艺术品节哈，有没有人知道？不知道。好，因为呢，我们有发展产地产业，在地的产业。那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南港茶的茶区，就是说我们产茶叶的地方。一顶的山哦，它都是种茶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绿油油的一片，对不对？这些注意这是都是当年的茶园烘焙以后呢，它长出来的树根里。好，不是森林哦，哈，好，我们在森林会常常看到这种荨麻科的植物哈，那其中的这一种哈，我很喜欢介绍给大家认识，因为这种植物呢，没百害了哈，这种在我们中药里面是一个占一地之位。我们中药呢，我们一般我们去看中医啊，那个滚头、九香啊，一弄啊，给它勾勾药，对吧？啊，勾勾药，那里面都含有一些中药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中药怎么会粘在你的身上？哦，哎，它不可能给你加一些胶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它一定是原生的，对不对？没百害，所以就用这个。用这个呢，这个叫做这个呢，它你摸摸看，它后面有很多纤毛，所以它会粘住哈。然后呢，你给它揉一揉哈，给它揉一揉。好，我们摘一片叶子哈，揉一揉，揉一揉哈，它会有粘性。好，有粘性。糯米呢，堆堆的呢，就会 QQ 嘛，麻吉的。这个也一样，你再堆的，一个勾勾就变成那勾啊，所以再加到那个勾油来垫哈，就会粘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它不是有什么，它自己本身有重要性，它没有药性。啊，可是呢，所谓的药性，我都一直在跟大家介绍，就是说我们在中药里面强调说什么药性，大部分绿色的植物都会说消炎退红啊。哦，也退红就是消炎，因为绿色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等于说啊，它含有一些成分呢，它就会让你消炎哈，就是以毒攻毒啦。说一句不好听的，就是以毒攻毒啦。好，好，它就是这样，这个叫做糯米团哦。那你等下，它很多白花，然后叶子呢像新的哈。哎，这个有没有？来，我要。好，来，你们揉一揉，来，有白花，擦了，已经翘舌鼻了。可是呢，第一个，它是我们青草茶里面的原料哈。青草茶里面最后一味很重要的哦，银杏草哈，那半的哦，茶瓜哈，它的那些竹片，它给这个是主角之一哈。然后呢，对，银杏草，银杏草前翁草跟那个薄荷啊，这只要这三种就可以煮成，像冬瓜一样甜甜的，它的花。它的果实现在没有看到果实，只有花苞。下个月来的时候呢，老师告诉你们，你们结果实哦，挑那种又大又白又透明的来吃。这一颗可以吃的哈，跟姑婆芋一样哈啊，这个吃没有禁忌哈，整颗都给它含在嘴巴吃掉哈。啊，姑婆芋种子绝对不要咬破哈，好，不要到时候被老师害了就完蛋了。然后它的花非常的可爱哈。好，它是猕猴桃科哦。那为什么叫做鱼窝？你看鱼窝呢，把树干枝条包住，然后如果风的时候，它会垂挂，掉，还会掉的，或者是只在一个枝条上面，好，它不会在枝干的交叉点。你会有好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记起来哦。然后呢，虎头蜂呢的样子跟这个虎头蜂也是，它也是一个绿绿的哈，不像一些细腰蜂什么蜂。它的蜂巢是有你讲的有一个洞一个洞，也是没有一个洞哦，它一个洞在里面。好，来这棵树呢，好多枝子啊。这个是什么？橘子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看，油子枝，所以它是榕树。哦，它是榕树哦。太干了。啊、哦，你看它的叶子都被一些雨伞。然后这个水桐木是另外一种榕哈。哦，三棵榕树。所以它的果实是什么？是无花果。你可以打开看看，哇，里面有很多花哦。它需要的蜜蜂进去转吻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洞就会打开。好，打开就有一些蜂，一些小蜂会进去里面，然后拢了蛇，然后就帮里面的雌花跟雄花授粉。是谁呀？然后这一只蜂就死掉。这个叶子很大的就是姑婆芋哈。然后它的果实是红色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红色的果实哈？这姑婆芋呢，你看它的叶子这边有没有？它没有裂到底，
如果另外一种千年玉，它是烈到底。这两种芋头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说你在野外的时候，你要认识它，它们两种植物都是含有铁，哦，然后都没有长芋头，它就是一个地下走尖，没有一个球块。然后呢，它还可以，你看它就是它的果实，可以吃吗？它的果实可以吃吗？两颗，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，要怎么吃？跟老师一样，不要用咬的，把这个果皮呀、啊、拿掉、吃掉，种子丢掉，种子绝对不可以咬破，咬破你的嘴巴就麻掉了，好、哦，知道吗？胎儿的毛毛虫，那是吃青苔的。好、哦、像一个猪的蹄哈、哦，所以这一个植物叫做羊蹄。羊蹄跟羊蹄甲不一样吗？哎，不是，不是。它呢，在我们原住民是一种食物，它的叶子是做酸菜用的。我们汉人是用芥菜来做酸菜，然后原住民是用这种来做酸菜。所以要跟你们讲，问题是这个时节没有看到叶子，因为它到了夏。在南港的各个社区、各个里岸，然后需要有南港社大需要提供这样的机会，可以一起来共同去参与、共同去努力的部分的话，哦，南港社大都非常的希望能跟各位一起参与，然后能够在南港记录下来更多的东西。我们去年有在推低碳步道啊，今年也会持续在推，然后重点的话会就会在四分析，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。啊，南港社大呢，目前哈、哦、在今年会有一个十周年的那个庆祝活动，然后就是在六月底啦哈，六月底的礼拜六，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哈，六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哈，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，然后我们就在承德国中的那个礼堂上面，好，一起来倒好了水哈，好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